工聯提提你，潭尾颱風資訊。隨住潭尾進一步靠近澳門，颱風路徑都變成了迴力標啊！按照氣象局的預測路徑，今日下午至到晚間掛三號風球的可能性是中等至較高的，週末到下個星期初的雲量增多以及有幾陣驟雨，大家要留意氣象局的最新資訊，做好防風措施啊！工聯提提你，潭尾颱風資訊。隨住潭尾進一步靠近澳門，颱風路徑都變成了迴力標啊！按照氣象局的預測路徑，今日下午至到晚間掛三號風球的可能性是中等至較高的，週末到下個星期初的雲量增多以及有幾陣驟雨，大家要留意氣象局的最新資訊，做好防風措施啊！工聯提提你，潭尾颱風資訊。隨住潭尾進一步靠近澳門，颱風路徑都變成了迴力標啊！按照氣象局的預測路徑，今日下午至到晚間掛三號風球的可能性是中等至較高的，週末到下個星期初的雲量增多以及有幾陣驟雨，大家要留意氣象局的最新資訊，做好防風措施啊！